我们努力看看、嗯、好不 好, 好那这个部分呢，这个部分的进度呢，我想局长拜托一下了、哦、我们希望在卢市长任内也把它完工嘛，好不好？因为古关以前也是那个停车场的这个产权等等、哦、一直没办法执行。我知道那个部分我很清楚，那我们也是把它完成了，一直在积极在对好 你们就突破了很多的关卡嘛、哦、对。那这个环山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我也希望你本于同样的精神、啊、能够把它完成，好不 好, 好谢谢议员、啊、请坐、哦、那个吴局长，吴世伟吴局长、哦、我看了你的报告了，我就想到你说啊，我们台中市纳古塔的建制全国六都第一了，但是我们原乡地区纳古墙的设置，我看是原乡地区的落后的啦。哦、啊，进度怎么样？什么时候能够完工？是报告一座、欸嗯，我们在原乡还是第一名哈。是。跟报告一下哈。有吗？我先讲，我们现在竹林公墓的纳古塔哈、嗯，它现在大概在这个今年年底，我们就可以完工了哈。嗯。那这个就1002个位置哈。是。雪山坑，好，雪山坑也是一样，在今年底完成，它有816个哈，这个骨灰柜位，这两个都 OK， 在今年年底可以完成。另外一个双旗的部分哈，有跟这个吴局长这边在联系哈，这个现在就是有一条路，它要通有一个土地，它需要办理征收，离山的，我们来处理。离山的，离山的，离山的部分，林恩路纳古塔哈。